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剂嘅名字叫做血根草啊 ，blood root。咁嗰个学名咧就叫做 sanguinaria canadensis 啊，中文我哋翻译做血根草 blood root。嗱、啊，有一位同我疗法医生叫做 Grimmer 咧系喺用同我疗法医癌症好出名嘅。咁 Grimmer 咧，佢话咧，佢呢个疗剂咧可以医嗰、那个乳癌啊。如果症状咧，主要症状咧系好，即系好严重嘅烧热嘅痛吓、，burning pain 灼热嘅痛啊。咁呼吸系统方面咧，那个黏膜就出现发炎嘅症状啦。咁同埋咧系肠胃嘅同埋皮肤呢方面嘅疗剂嘅，好啦，佢主要咧就会出现咧就系喺种热啦、烧热啦、泛红啦，同埋皮肤好红嘅，同埋咧嗰种痛咧系烧热嘅痛，系呢个主要嘅症状嚟嘅。咁同埋咧个头痛嗰时候咧就会有脉搏性脉动嘅头痛，同埋咧下嗰个作闷啊，同埋作呕啊。咁不斷咁排啲嗰啲臭氣啦、藥氣啦，咁同埋大量嘅流口水，咁呢個都主要呢個療劑嗰個症狀嚟嘅。嗱 ，sanguinaria 咧，嗰個血根草咧個 blood root 咧，係好多西方嘅醫癌嘅配方裏面咧，都係一個主要成分嚟嘅。咁佢通常咧係可以外用啦，同埋咧內用咧係當為一種淨化血液嘅主要嘅功能嚟嘅。好啦，血根草咧系我哋医治扁头痛嘅其中一个主要嘅疗剂嚟嘅吓。咁呢种嘅扁头痛嘅症状咧，通常咧就系由后尾嗰个头后边咧开始出现，慢慢地咧系移去右边啊。咁咧就由后边咧就由后尾咁移去右边，跟住咧就去到嗰个头部，去到只眼嗰度吓。咁呢个咧系一个
這個血根草的主要療劑。咁另外一隻有相似的症狀的療劑咧，就係植 silica。OK， 咁如果個頭痛咧係喺左邊嘅時候咧，喺左眼咧，咁你就會諗到另外嘅療劑咧，就係 Suya 啦，係側柏咧，同埋 iris vesicola，iris vesicola 嚇、我哋叫變色咩肝尾啊，或者我自己都讀唔到啊。總之記住嗰個學名係 iris vesicola， 同埋 Suya 咧係左邊嘅嗰類型嘅頭痛嘅。嗱喺痛嘅療法裏邊咧，其實我頭痛咧係好多好多好多療劑嘅，有成幾十隻、二三十隻嘅，每一邊都二三十隻嘅。咁頭先呢個介紹嗰啲係比較上主要嗰啲療劑嘅啊。喺同嘅療法嘅古書裏邊咧，其實就冇咩扁頭痛呢個字眼出現嘅嚇。咁、通常咧。當時咧，佢哋就用一種叫做腸胃嘅頭痛啦 ，gastric headache 啦，即係頭痛咧係伴有作悶啊、嘔啊，咁呢個就同個腸胃有關嘅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嗰個 vascular headache。Vascular headaches 咧就係同一啲係血管嘅有關嘅，咁通常啲頭痛咧就會有種脈動啦、脈搏跳動啦、面泛紅啦，咁呢種咧我哋叫做脈搏性嘅嗰個血管性嘅嘅頭痛啦。咁呢個療劑我通常咧係用係嗰個 Belladonna 啦、Dinca 啦同埋 Lexus 南美蛇毒嚇。好啦，記住啦。血根草咧系右边嘅头痛啊，如果系有感冒得嚟咧，系加上右边嘅头痛啦，咁你去考虑呢个疗剂，同埋呢个血根草咧，亦都系用喺嗰个鼻窦炎啊，又是右边性嘅鼻窦炎，咁主要嘅症状咧就系要灼热嘅痛。个头痛、灼热嘅痛，鼻哥灼热嘅痛、眼灼热嘅痛，系右边嘅啊。咁呢种嘅头痛咧，谂住咧可以考虑记住呢个疗剂血根草。好啦，咁血根草咧，亦都系一种肝嘅疗剂嚟嘅。咁咩情况之下你会可以谂到呢个疗剂咧？系当你头痛嘅时候咧，肝个位置咧，身体肝个部位有少少隐隐痛嘅。啊，呢种我哋叫做 bilious headache， 个胆汁型嘅头痛啊。咁或者係腸胃型嘅頭痛，咁呢個你右邊嘅著主係嘅右邊嘅。好啦，陳醫所講啦，咁如果你係有感冒啦，感冒得嚟咧係伴有右邊嘅肩膊痛啊，或者右邊嘅頭痛咧，就要諗呢個療劑血根草。好啦，血根草咧亦都有用喺嗰啲肩周炎嘅嚇，尤其是東膊呢方面嘅右邊嘅肩周炎 （frozen shoulder）。而左邊嘅咧，我就會諗住 ferrum metallicum 嗰鐵嚇，即係同個療法咧好得意嘅，要辨別嗰個部位咧係比較有精細去辨別嘅嚇。咁同埋呢個亦都係嗰個 nasal polyps 啦。鼻息肉嘅主要療劑，咁好多人有長期嘅鼻息肉啦，會用好多啲聞嘅啲嘢啦，或者係嗰啲噴嘅嘢，我叫 decongestion 啦，等佢減低佢嗰個鼻炎啊，等佢鼻塞啊呢啲咁，咁長期用呢啲嘅物質咧，係會令到嗰個鼻膜咧係會萎縮嘅，出現我哋叫做潰瘍性嘅鼻炎啊。咁跟住你睇到個鼻竇喺入面，鼻息肉，尤其係右邊嘅方面。好啦，血根草呢亦都可以應用喺一個喺腳板底同埋手掌呢係興熱，即係好似硫磺咁樣好興嘅呢方面嘅。咁呢個呢即係全部都係嗰個血根草嘅主要嘅應用嘅地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